口畅爽，家常也称席。本节目由让大家聚在一起的可口可乐独家冠名播出。来到武汉了，今天先赶快看看账面上一站是怎么上一站是不错啊，上一站我们这个战绩还是可以。我这写的记账人苏醒买单记录0元，让我不太适应，说实话才刚开始，会慢慢适应，别担心。武汉之前来过吧？武汉我小时候的家乡，每年过年都来武汉，因为爷爷奶奶在这儿。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武汉的烧烤特别有名。哎呀，我来还想吃那个武汉的那个，因为我在长沙，我住长沙嘛，长沙也吃小龙虾，武汉也吃小龙虾啊。那到底哪个小龙虾更好呢？那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套路啊！只能这么接了，是吧？但是在武汉的那个，他那个有那个，哎呀，我有点忘了叫什么了。那个热干面有吗？热干面，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厚的那个，就像米给它夹上那个叫什么来着？面皮是豆皮啊，对，豆皮。谢谢，谢谢，谢谢。今天呢来的这个朋友啊，你认识吗？我之前在节目里有遇到过，有遇到过。搞什么吃？我是有一些些饿了，好想吃西瓜呀！哇，这么多人排队啊！来武汉必须体验一下武汉的过早文化。我们要两份，好香哦！哇！面窝好像也是很有名的呀，2块钱啊，来一个热干面，2份。走，全付了吗？付了。藕汤，来一个。糕点，糕点吃。面窝。什么？它很好吃。给我咬一口。哇，好糯啊，像山芋一样。哇，这个很鲜，就很甜。好吃吗？三鲜豆皮。我觉得像什么了？烧麦。还吃过热干面。好好吃。对，我是金怡。他们上一集说是最后林默付的钱，他一个人。对，他们是玩什么游戏输了，所以我们也要想一下，我们这一期想个办法让杜海涛他们出。这样我们就不搞个人战了，因为上一期他们两个人都不熟，但我们因为非常熟，我们俩一定要组成一帮，这样子的话一个人进攻，一个人可以守。先算一下我们付了多少钱。这个10块，这个也是10块，这个20块，这个2块，这份是23块，23加20，43，43加2，45，45再加20，65，不能自己出，肯定不能自己出了。我好像没有杜海涛，我只有沈梦辰。问题来了。杜鹃花，他叫杜鹃花。喂，涛哥。干啥呢？
这是你的声音吗？你声音怎么变了？怎么我声音变得浑厚了？快，这是在哪呢？我们在哪儿？山海关路。我们在过早。你们过来呗，我给你发地方。哎，他们说这顿早饭也是因为先不算在我们这个局里面，也是你们报销是吧？对，你不用担心，你就来就行了。行哥，明白了。他们还搞了好多话去骗你。我说我哥不可能让我付钱，没错，都不用什么猜啊什么的。我们两个妹妹哥哥怎么舍得我们付钱呢？不用担心这些，你也可以带个热干面过来啊。我就来了还没吃热干面呢。放心吧，对你只要报销就行了，哥。对，哎呀，可以，放心吧，快来吧。好嘞，那就这样，我们过去了哈。嗯，拜拜。非常不错，非常搞定，根本不像《甄嬛传》，因为我们是撒娇女人最好命。发个地址，我们在三楼啊，你就慢慢来就行了啊。哎，我好像是声音变了啊。来吧，给我拿个可口可乐，我清清嗓子，开启我一天的美好生活。可口可乐，太畅爽了。来啦，猛火献草。Hello 啊，醒哥你好。Hello， 你好呀。坐。你们两个坐中间吧。觉得我有什么变化吗？你太美了，真的假的？你就像更美了，比我上次咱们应该是在卫视的晚会见的时候更加有韵味，更美了。真假的？那他有什么变化呢？我真，你太美了。你有点敷衍吧，这词儿啊。还带礼物了呢，我跟醒哥专门。真假的？哦，孕妇枕。对，这就舒服着。为什么也要送他呢？就是说，本来是说送你，因为你现在有特殊的一个需求，但是觉得说两个姐妹如果只送你不送他不太好。那我就要爆料了。啊，爆？那你可以爆吗？他也。真的假的？赶快爆 ！YouTube。哦耶！真的假的？真的，真的假的？真的！哇哦！恭喜两位，恭喜两位！这现在是几个月？四个多月，快五个月了。那你没怎么显出来啊？您很懂吗？吗？还是有些经验的。那你这边是几个月？两个多月。等节目播的时候就三个多月了。真的，我们俩约好一起。对，这还能约呢呀、啊！而且你知道，我的小孩是他的星座，他的小孩是我的星座啊！你羡慕吧？那既然你们都说了，那我也。你做好准备了吗？我觉得他一定会是个特别好的爸爸，是不是？哎，抱吧，抱吧。热搜都准备好了，那我也就张罗吃饭吧，看看是啥。妹妹，这就特别了，这是我们吃剩下的。咱们就是说这个爱心呢，有点残缺啊。这是那个武汉限定。这个虽然我们吃过，但是我们是挖出来吃的。对，是宫桥。就是你们带的，有没有你们没有吃过的？这个全都没吃。这是三鲜豆皮。这是刚要吃，来不及打包走了，是吧？对，那个导演说快点，然后我们。但这些你都能吃吧？但我都是吗？这是那个牛腩和鱼子鱼泡，这也能吃吗？哦，能吃，孕妇都能吃。这全桌啊都是好吃的，但是好喝的只有可口可乐。哎呀，来吧，恭喜两位，恭喜啊！祝你啊，快！尝尝吧，来，这个我推荐，这是特别好吃，也是武汉当地的。来个这个，怎么那么像猪排呀、啊？哇，这个藕片，
怎么会这么脆啊？请哥哥哪个？哎呀，我们家好好吃。它是甜的。哦、好，你这听着就好好吃啊，干倍脆。你要说这个鸡爪子也是这边特色。这菜好好吃啊，这是就是当地的菜，是叫什么勺煎吗？勺煎好像是，嗯，这鱼包太好吃了。这个鱼泡很好吃，这鱼泡太好吃了。我没找到鱼泡，哎呀，我都吃了，对不起。但是有一点点辣度 ，OK 吗 ？OK 的。你就这么辣？我跟你没有。嗯，这个太好吃。看，我们菜点完再点点烧烤，好吧？好，那我们今天买单怎么买法呢？你放心，你还担心这个？我的妹妹们，你们就整吧。因为你们之前不是四个人，然后轮一个人嘛，然后我们就想，我们两个人跟你们两个人比，因为我们四个人，四个人，你们四个人，这桌现在一共六个人，你们四个人欺负我们，我们四个跟你们两个，然后怎么着了赢了？但是我觉得男生不可能会让两个孕妇去买单。放心点，你江湖上打听一下，醒哥在的饭局没在怕的，随便点，谢涛哥买单啊，谢涛哥买单啊。我是很厉害，醒哥在的饭局没在付的。你们这样。今天机制就你们定，好吧？真的、啊，你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人家说武汉啊，就是一个有江湖气的城市。就你看这桌客人，就是很江湖，感觉要过去拜码头。大哥，大哥，大哥，武汉人吧？对，有那种江湖的感觉。嗯，哥，走一个啊，哥。这个地方啊，是开了20年的一个江湖老店。在全武汉有8家分店，老板是个女生，就叫小明。哦，他这个分店开完之后呢，他的合伙人都是曾经的客人。哎呦，太好了！吃着吃着就入股了。对，嗯，这两大哥来说我要入股，我也不敢不让。武汉这座城市啊，它是一个江湖城市。对对对，哎，三五好友一起约着吃烧烤，就是意气相投。没错没错，一口烧烤，一口可口可乐，哎呀，绝配。是的，感谢可口可乐为我们组的这场江湖的烧烤局。一口畅爽，烧烤夜城局。干杯，干杯。那你们从大学开始就是姐妹吧？对，2011年，13年。哇，你们在哪里上的大学？上海。嗯，上海人。你们都是上海人？对，你们都是上海人啊？哎，上海人啊。嗯。哎，一般不是要问为什么繁花没有找你们演？我们自己在家里演了一个小版本，可以去抖音上看一下。你们想要有没有期待，就是儿子或者是女儿？女儿啊，我也是想要女儿，就是看你自己咯。对啊，因为这不是你决定的，这都要看男孩的。但我生的女儿会不会太像我了？感觉这不是我吗？倒也没什么错，到时候孩子生的又胖眼睛又小，我很萌哎。我你知道有个网上有个照片贼像我孩子，我后来那个抖音的那个头像就直接变成那个孩子了。哦，真的哎，我像不像我？梦辰生气吗？可能是。女儿肯定像你，啊、但是哥、啊，有一句话很伤人的嘛，丑的基因很强大。真的，我们家小孩都长我这样，我们家所有女性的另一半都长得很帅，但我们这个眼睛啊，很强啊。眼睛还是有很有特色的。
上一个跟我聊说怕孩他的孩子眼睛像他的是张远。哥，你们现在有运动吗？运动，我现在有孕吐。那会有什么呀？会恶心吗？你知道我俩属于一生都在减肥，你知道我们俩在干嘛吗？我们期待自己的孕吐。孕吐三个多月，瘦了大概五六七八斤，然后刘声音就非常的期待。然后他前两天跟他的另一半大吵一架，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另一半就想讨好他，就说：“哎呀，宝宝，我每天就许愿啊，你吃得下，睡得好，没有孕吐。”他大发雷霆。我说：“你只能许，希望我心想事成，别的你别管。”这个我跟你说，这个期间男人就少说话。也不行，不说话也不行。对，哎，对对对，你赶快告诉我，就是比如说你要怀孕了是吧？哎，你是真有准备啊，感觉很认真的在讨教这件事情。我提前准备好，我提前复习。真的得预习一下。比如说，你希望男生这个时候咋做？主动一点，还是应该就是听话一点，还是应该？你知道我半夜干啥吗？网上有那个孕吐转移大法，专门是传给老公的。我就是半夜施法，就从他身上跨来跨去，然后踩他的拖鞋，然后这样。然后你老公睡的反应睡的，可气了，气坏了。我觉得做啥都是错吧。哦。唯一一个保险的转账，永远转账，万事万灵啊。这个方法还不错，可以吧？这个可以吧？只能说是可以压一压。真的变成了一个聊孕妇的男人。我们这一期管不了了，我们这一期就是要这样了。我们这一期就是主要是普及孕妈妈怎么开心。真是好哥哥，真是好哥哥啊！谢谢谢谢。哦，这看着好好吃哦。牛油 ，nice nice。谢谢哥，谢谢哥。来，涛哥。哎呀，谢谢。涛哥，专业，别流汗了啊。好吃，哇，这牛油好好吃啊，油香油香，还有奶味儿，哇，真好吃。我很少有看到在烧烤上面放葱的，哎，哦，对了，对吧？而且其实它没有很重盐，这边的藕真的好吃，这个藕跟别的地方藕不一样，对，特别的粉，这个烤肉我建议吃一下，好吃好吃。哇，这个肉香真的太浓郁了。什么肉啊，好好吃啊，烤得好，牛肉吧，牛肉串啊，烤得真好吃，真的很好吃啊，好嫩啊，烤得好，贼肉香煎的，哇，这嫩的好像我的肌肤，哇，这嫩的好像我的肌肤，哇，我没想到说一句话三个人一个碗啊。不是，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又流了一滴汗。我们还一滴汗。因为我还是渴望把这个味道给大家形容出来嘛。你这样子让大家更疑惑了呢。刘声音吃烧烤很绝的，我的烧烤是他带我吃的。他的烧烤都是我带他吃的。我大学之前没有吃过烧烤，因为我爸是那种像麦兜妈妈一样的那种父亲。麦兜妈妈。吃了就会死。你看没看你说一滴汗流。从小还各种骗我，他说你说谎我就能从你的眼睛里看出来。你说我又眼睛。我们吃饭能不能别威胁我。你一直在恐吓我干什么？而且越靠越近。
大学的时候跟刘宪一起吃烧烤，他非常会吃烧烤，把他们家旁边烧烤摊调教的，就是告诉他这个盐怎么放，这个孜然怎么放，你要用什么油，在什么时候给他炒。后来那个大哥出师了，自己去开连锁店，离开他们家小吃。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我跟吴昕是刚到长沙那会儿，没有什么太多钱，我们是 A A 的。你俩 A A 啊？你俩 A A？ 你没赖着让他全付啊？他不跟我。欣姐还是比较这方面有自我的。对，几次我都说我什么手机死机啊，钱包没带啊，他说没事，我都先帮你记着。我们旅游的时候有这样，有吗？我记得都是你一直在付钱。因为晶晶是一个在大学的时候把所有的钱用在一些毫无意义的东西上面，然后我们当时两个人的那个生活费是一样多的，导致后半月他就一直在吃我的喝我的，然后他转述给别人的时候说我很有钱，我说我一点都没有钱，我只是恩格尔系数很高，平时就喜欢造谣了，每件事夸张30%。哎，刚刚在我们的过早的钱哦，对，你一会儿得给我转。对啊，好的好的，转一下65块。我现在转，要不一会儿忘了，好吧？好，少给俩谁？一人少65也行。一人少65，因为我们还认真挑选了一下，还排队了。对呀、啊，很热，站那两个孕妇给你排队，你看着给吧。给那你多少？一分没多给啊，都说成这样了。谢谢哥，都说成这样了。谢谢哥的一丝不苟，那不讲情面。明白明白，也没错嘛，给你是情分嘛，对吧？哎，不对，是什么份来着？毕竟在刚开始，我今天不一定还得刷出多少个分数呢。那今天我跟醒哥一波，你们一波，好不好？我们就玩一个游戏。行，好。输了的那一队买单。行。好吧，你们就想方设法的赢。明白。你们俩想方设法的给我让。好，明白明白。我们这样，因为武汉也有自己的方言，每一组问三个词儿，然后问对方，什么意思？问什么意思？哦。然后答对了就算获胜，答输了就算输。明白。行，哪一组看起来比较聪明一点？肯定问大哥，他肯定知道的是比较老的、古早一点。行，我就找大哥、二哥。行，那就问你后面那桌吧。这是你朋友？我朋友。大哥，我们来问你们武汉话。对，我们要别人绝对听不懂的三个词儿。有什么词儿？孩子，孩鞋子，孩子，鞋子，孩子，孩子，孩子，是什么？螃蟹，螃蟹，孩子，孩子可以，孩子，孩子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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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记一个，孩子可以，还有什么？班三是什么意思？就是形容那个小孩子就很调皮，到处动。哦，可以。哦，班三，小孩班三，孩子不是小孩，孩子。好，我记住了，谢谢哥。谢谢哥，不能再说话，再说记不住了。对，我们再多说一个，我们就记住。谢谢哥啊。说到这个武汉的方言，需要跟三位好好讨教一下，考考我，让我猜。那我先说一个。闹眼子，听得懂。闹眼子，闹眼子是闹心的意思吗？你这样，你把这个话放在一个句子里完整的说。哎，还认识星哥。比如说，我约了朋友吃饭，然后朋友说，哎，他临时有事来不了，我说你妈闹眼子了。就是，哎，撂挑子。对。放鸽子撂挑子不靠谱。这个词儿可以，这个词儿可以。好，你来一个。就是咋吧。什么？咋吧？你把咋吧。什么呀？是吗？哎，你跟他对话一下，用把这个用使用一下。我今天出门的时候，蛮运气蛮好，一出门就踩到螺丝了。那你还咋吧？丢脸。接近。
就是有一点，就是尴尬，有一点，就是嘛，就是 embarrassed。啊，对对对对对。哎，英文都不错，是这意思啊？给别人看到了很出丑的样子。武汉里面很多话其实都是这样子啊，包括见朋友，他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就是资源比较拐子。什么拐拐拐老铁是吧？哎，类似浪漫拐子见面，哎，拐子。那我这个是不是达标了？我这个哎，合格了，也可以。OK， 达标了。老师，这节课，老师，这节课我没听，这节课我这逗稿来的。拐子，咋吧？闹眼子。出题了啊！出题了，来。好。闹眼子。闹眼子，拉肚子。这样，我给你三次机会，好吧？好、哦。闹眼子。辣嗓子。不只是错，可以说一点关系都没有。闹眼子，闹眼子，常用于的适用环境，这个就对了，要有一个语境才好判断。我帮你演一下。喂，海涛，干嘛呢？说好吃饭不来了，你真闹眼子。哦哦，放鸽子。答对了，对了太厉害了！你们把所有的题都出了吧？对，你们先来。好。再来咋吧？例句，例句，演一下是吧？好久不见了啊！哎，喂，哎，咋吧？哎，错了啊，不，不是那，不是那个，错了字，咋吧是啊，对对对对，是那个什么子，拐子啊，哎，好嘞，哎，快点换，你先把那个拐子，拐子，哇，哎哎，拐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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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兄弟，哎哎哎哎，对吧？对的，对的，对的，对的。拐子嘞？拐子，拐子是拐子，就是哥的意思。拐子哦，这个好，知道为什么要让他们先说吧？对，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我们已经答对两题了。你们两个这个心计用的很明显，我们很愿意。再来一个，就是咋吧？咋吧是这样的，咋吧？刚出门啊？对，滑倒。咋吧？倒霉。close 倒霉，今天真不幸运。哎，接近。倒霉，真不幸运，接近了。比如说踩到狗屎，很多人都看到了。尴尬。尴尬。哦，你好会引导哦。对呀、啊。都是靠你们的实力猜出来的，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们给你们来猜了，好吧？猜不出，不懂，不懂，不会的。来，走一下形式嘛。班萨，你给点提示啊？有例句，哎，班萨，还有一个，看班萨。哇，你们这两个例句线索很多的样子哦，非常的具体。那么班杀，它是形容男孩居多，还是形容女孩居多，还是形容物体，还是形容人？人，这个偏向褒义还是偏向贬义？小贬义吧，对，小贬义。小贬义。虎，不对，不对。叫什么？你这样，我演一下，我看反应，好吧？好好好。哪个大哥说的？这个拌面的大哥。这个大哥班杀是吧？对。大哥，别拌了。比如说，我说班杀，你会怎么回我？我会让你掉头出去。啊啊！班杀是不是那种就是臭小子那种感觉？对对，有一点，对对对，有一点，猜对了。哇，那我怎么能跟大哥说这？你说我还一滴汗又出来。大哥，大哥。我班傻，对了吧？对了吧？我这样对，哎，我班傻，我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这一点也猜不出来啊！人家说这一孕傻三年，完全不觉得呢，真的不觉得，不觉得，两个人很聪明的样子。来，你来，好，到我了啊，孩子，孩鞋子，孩就是小朋友嘛。不对，不对，那是普通话，好不好？那是孩子，鞋子，不对，用一下嘛。好，
哎，孩子，又这招是吧？大哥，如果我说，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你可以这样，你看，你看，海洋里有好多孩子。海洋里有好多什么海洋？这还猜不出来，有点。我们这样玩一个。海洋里面。海洋里面有什么？乌龟。大孩子。小孩子。海带。贝壳。公孩子。母孩子。水藻。我不玩了，我不玩了。是它是。它有分公母，有分大小。对。是什么鱼类吗？是鱼类吗？算吗？不算啊，鱼类这个种类太小了。虾。错，但是接近。口味虾。太具体了，太具体了。认输吧，咱们。哎呀，这真的是像想破了头。哎呀。哦，孩子蟹。嗨。你刚都说到鞋子了，其实那个谐音是可以。啊。对，其实这边也好吃好蟹嘛。但是哥，恕我直言，你们就算不让我们，我感觉你们也猜不着。妹妹，你要这么说的话呀，是这样。好，你好，你好。嗯，那个就算你们险胜吧，险胜险胜，几乎算是打个平手，几乎算是打个平手。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美食特派任务。嗯，哦，我们一共有五个打卡地，嗯，哪一队先完成三家店的打卡，哪一队就算获胜。明白。如果我们队去了，你们再队再去的话，那就不能算数了。明白。然后获胜的那个队伍呢，就可以制定晚上那个烧烤局队长这个规则。对，好不好？好。那我们拭目以待，好吧？你是不是主持过儿童节目？对，主持过。您的外卖。周五聚会开始喽！终于到周五啦！可口可乐一口畅爽，家常也成席。他总有个希望。哎呀呀呀呀呀呀！这是哪呀？这导航去哪了呀？去哪我也不知道。咱们就这样，咱们一共五个地儿嘛，一二三四五。嗯，我觉得咱就五四三二一。可以，对吧？就从后往前倒出来。嗯，所以第五个 number five 什么街？第五个是这样，它其实这没有街，这不这儿吗？哦，对，江岸区裕新路嘛。哦，对，裕新路哈。电线杆也挡不住，好口碑，那说明它门口有电线杆，先往那开呗，是吧？对。嘟嘟嘟嘟嘟嘟，我又回来了。我问一下醒哥的朋友，你们知不知道这几家店讲的是哪里呀？我知道这一家小胡子祥彪，它是总店，你要找总店，北湖总店。对对对，好的。还有其他几个店，你们有知道明确是谁的吗？这个香港牛肉粽是应该就是吃那个牛肉粽皮。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好像是，因为这么 logo 就是对。这个我知道，那个小胖烧烤，小胖烤凤爪。行，祝你们成功。好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们以后也是我们的朋友了。拜拜。我们第一站去小胡子祥彪烧烤店。这是裕新路，但是他没有说是几号。这电线杆，这肯定不是。我再看看说的啥。江湖鲜味值得发包，春夏限定的武汉尖儿白儿眼儿，电线杆挡不住好口味。没看到，这电线杆。哎。这唯一一家烧烤店，这都怼在，这电线杆，真的，这个电线杆，这电线杆都快怼在店里了。哎，老板，你们这个什么烧烤？江湖鲜味值得发放，是我们家，就是你这家是吧？对，是我们这家。哦，好，找到了，打卡成功。就这个图片是啥呀？
这是鱼子，拿这个吧，就拿这个。嗯、对，那我去给你上菜，好吧？可以可以，嗯，这家店很顺利，那接下来另外两家直接去就，如果他们没到，我们就赢了。感觉已经赢了，但是我们不能从五四三二一了。因为这个五号店在这个位置，嗯，四号店是在这个位置对角线，哦，更近的是三号店，其实，那就去三号店吧。一会儿我们问一下这个老板，好，对吧？都是做餐饮的，搞不好他知道这个是哪家店。对，那如果他们跟我们是一个思路，看谁快呗，是吧？对，我们不点多。老板好，一看这精神头就是老板。哎，你好，你好。哎，请坐，来，哎，坐，老板，好。老板，您就姓郭？我姓郭啊，我小郭，这是老郭，我今年六十岁。我以前也是，他们叫我小苏，现在是老苏。啊，嗯、对对。那个店、哎、门口就一个电线杆挡着，开始的时候会担心吗？我不担心啊，因为我爷爷和爸爸跟我说，你只要真诚实在对人啊，成对人的时间，对人的爱情，对人的和气。你可以说你还保持状态，我明白了。电线杆阻拦不住对他对待客人的热情真诚、哎、知道吗、哦、谢谢沟通可以了、嗯、知道吗？可以。嗯，这个鱼子呢是我自己发明的啊、哦、我是汉城貂蝉湖的啊、哦、貂蝉湖的时候都是馒头喂鱼的，嗯，对吧？鱼是自己喂的，嗯，哎，橘子是你那个的，谁都是新鲜的、哦、所以说它感觉好味道。来了，橘子你看，那得尝一下啊，这个看着还是很可口的。这真的我没吃过这种啊。嗯，没吃过吧？没，是吧？嗯，哎，你这烤真好。嗯，哇，咱这个鱼子可真好吃，真的，他把这个烤着做的特别好，有那种烧烤的香在里面。嗯，而且那个鱼子，你咬，那一粒粒的在你嘴里嘴巴里一化，口感很细腻。嗯，这个好，比鱼子酱好吃的吧？嗯，这个真的要给大家推荐啊，就以后来武汉的朋友们尝一下。你说这就是武汉的感觉，武汉的味道。嗯，这个很 local， 很当地，嗯，好好吃。我筷子都放好几次，一直拿起来。那我也是，一直停不下来，啊，有点上瘾啊，越吃越想吃。谢谢。我们来这家店就你这家店。啊，那其他几个您有耳闻吗？啊，这我不知道嘞。嗯，我不知道。正常，这人问我别的歌手，我也说不知道。啊知道吗？哎，我真的不知道。了解。我们给他们两个留个言，然后咱们去找下一家店。好，鱼子太绝了。好，你们来晚了，跟他们俩说。OK 了，哈哈，谢老板。OK， 这个打卡第一站，想不到口味如此之好，很顺利。对，那下一站就三号呗，是吧？对，三号。走，非常好，目的非常明确。小胡子，应该是在弄堂里面，对吧？哎，哦，不就到了吗？找到了。祥彪吗？对，小胡子祥彪。哦，小胡子就是他本人。哦，老板，我问你，你的烧烤全是弟子满城的是吧？哦，什么叫做剩菜太晕啊？晕就是慢。可以。哦，点单不催，催单不点。有性格的老板就是这儿。走，我们再吃。哇，真不错哎！我不想走了，我们就在这儿吧。哇，有一种小时候在哪部里想的感觉。好想住这种房子啊，小时候。对啊，真的是在居民楼哎，这里好舒服哦。哇，这是狗啊！你们怎么叫它的？叫汤圆。汤圆，给来。太肥了，汤圆。唐月自己长得像个肉精。小胡子的狗是大胖子。哦，来了。哦，谢谢。
哇，这个盘子好好看，好香啊。虾尾了，对，虾尾跟长沙肉，它烧烤的应该不一样吧？哦，真的是，哇，好好吃啊！好吃，哇，鸡胗好嫩啊！嗯，嫩好嫩，哇，好嫩好嫩啊！嗯，好好吃，好吃，甜甜的，还要吃脆骨。它也有点甜口啊，嗯，是不是有点甜？有点甜。哇，这藕可以啊，甜的，甜甜的，是不是？哇，真的，嗯。平时吃的烧烤更湿润一些，嗯，这味道真的在北京、上海都没有。它的这个撒料里面应该有一些秘制的小粉，好吃。这个你妈肯定爱吃，是不是可以在这里买点藕带回去啊？我们要买点藕寄回北京，算在涛哥头上。啊，一艘小胡子排名很前面。小胡子屋里是甜口的，蛮多给了调料腌制再烤的。假如武汉烧烤有段位，它是第一梯队。好吃。小胖烤凤爪有。哦，小胖，对。那我们就去小胖吧。我们是不是要给他们留个言？给涛哥他们留言。对呀，因为他们万一来这儿呢。那就先让他们吃啊，吃完了之后才发现。来晚了，我们吃完了，拜拜。Go go go！ 你好 ，Hello， 拜拜，拜拜。你好，外卖来了。你好，外卖来了。哦，对不起，对不起，差点忘记了，差点忘记了。东西25块。好便宜呀、啊！对呀、啊，性价比好高啊！这是武汉市烧烤的天花板。对，我们看到了。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木有呀！哎呀，这样怎么找呀？这条街都快走完了。是这条路上吗？反正是。对，有电了。这地方比我想象当中远很多、啊。大胖小胖，那这个店名可能里面就含着这个字呢。你看一看左右啊，胖子之类的那种，就可以注意一下。摄像吗？是。那不就是吗？ Let's go。 一口畅爽，家常也成席。本节目由让大家聚在一起的可口可乐独家冠名播出。武汉美食特派任务，我们一共有5个打卡地。这个好嫩，嗯，又糯又脱骨，嗯，好吃。哦，好吃。哦，哇。
有点爽，好嫩啊！这个味道吧。哥，你三个哥就是三家店。我情绪已经来了。你觉得自己很好笑吗？我好笑有什么用？好笑能赚钱吗？啊！上微博，进入朋友请吃饭话题页，全国大考等你串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一开始我的婚礼，他大发雷霆。你说你的婚礼，我不表演。说他好不容易有我这么一个啊？谁呀？一个失明搞笑小女王。你知道他的誓言有多搞笑吗？上问他，你完了。那完败。完败。完败。完败的很幸福。我们两个各自结婚，可以说是四个家庭的家。彼此的伴侣必须要是彼此认可过的。就是有朋友的陪伴还是幸福的吗？是。最重要的还是朋友。